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姚，我们是要来打挣脱多元宇宙，然后我要试的是双阿尔冯斯能不能一次三成就哈。那我带的队伍是精英连、精英领以及精英双子，再加上一只西魔哈。这队是我觉得最接近可以一次三成就的队伍了啦。对，精英双子可能有些地方的话会比较难打，如果是精英双子当头的话。好，第一关这边的话，我们稍微洗一下技能，也不是应该说对。他让我们洗技能，好，第一关这边就是四回合内你能消多少就算多少啊，哎，好，来这边要认真转一下了，现在场上没有光跟没有光心同时存在。这队的话要光心一起消，那个伤害才会出来哦。好，这边的话先开个这个，然后开一下开一下，不然我怕伤害不够了哈。这队的机动性就是在于这啊，很快就可以开了。好。好，这边第一关就过。那第二关的话，我是打算用龙科来无视他的拼图哈。所以这边的话，我们就是把龙科洗出来。那阿尔冯斯的话，他 65% 的减伤是可以 A 住他反弹的一下，加他攻击一下哈。所以这边的话，我们就是慢慢跟他洗就 OK 了。好，我们等龙科跳哈。龙科是召唤兽发动攻击次数，所以现在行动值还没有满，可能看不太出差别。行动值满了之后，它就会满的，它就会急得很快哈。好，这边就是先把西魔开下去啊，行动值就满了。那西魔开了之后，就要注意要手消到光珠了哈，不然它的效果会消失。好，这边的话我们就直接转，然后等一下就直接开龙克这样子。好 ，OK。那这条血它会复活哈，那复活之后它会转成暗属，那克制它的拼图的话就变成要消光强化。好，现在比较尬的是场上没有光珠哈，等一下可能需要开阿尔冯斯了这样子。好，这边就把阿尔冯斯开下去，然后转光心出来，然后就是把这个塞进去就 OK 了。好，那下一关的话是指定七康，然后加上火焰地形哈。我想要在这边稍微洗一下，把我们的阿尔冯斯洗回来一点点。那这边的话，洗技能就是注意几件事：第一就是不要手消到七康，然后再来就是记得停在那个火焰地形上哈，这样才不会被反击。然后记得消到光，这样子那个吸魔的效果才不会消失。好，这边就是稍微跟他磨一下。那不要忘记补血哦，这个是因为有减伤效果，所以才撑得住。如果没有减伤效果的话，其实我们这边是挨不住的。那就算有减伤之后，还是挨不到第二下，所以这边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哦。好，先这样。哎，结果他天降把我的那个消掉了，好吧，那反正西魔也跳了。
等下西摩会消失，然后再我们之后再补开吧。好，这边阿尔的 CD 剩三的话，再洗一下，再洗一下，不急不急，不赶时间了。好，这边把西摩再打开齁，然后转个七康 ，OK。好，这边的话要确保西摩不要断掉齁，因为下一关进场的话，它是把你技能封锁。那这边如果西摩断掉的话，你没有办法在这里马上再开下去，所以伤害可能要稍微吼一下，才会足够这样子。好，接着二血的话，因为整版都已经是机械猪的关系，所以这边的话不会被石化齁，它就变成很一般的关卡这样子。好，我们这边稍微洗一下齁，有手消到光就 OK。好，来这边的话就可以直接把它带走了。好好，接着这边的话我们试着打小力一点啊，对，先打小力一点看看，看能不能 A 到 50% 以下这样子，希望是可以的。好，有手消到光，结果现在反而是没有心齁，没有心，我们开这个。好，这样 OK， 这边就顺利带走。来，接着来到第六关。好，第六关这边的话，我的剧本会比较特殊一点点齁。首先我们就是都先手转，然后记得消光啦，记得消光。结果场上现在马上没给我光，好啦，没关系，反正西摩现在又跳起来了，没光也没有关系齁。那我们因为现在回复力是零的关系，我们就是利用减伤来跟他多 A 个几回合。然后尽量让水珠排在下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做一件事就是把阿尔打开，然后我们转个光心出来。这边并不是真的要带走它，所以的话可以的话就是，好，反正我觉得应该也没那么好直接让你掉到十康啦。好，这边我们先挡一个死，然后我们把吸魔打开。然后接着我们再开静音双子齁，这边是直接加八康上去，所以这边的话就是直接一个平转就 OK 了。好，这边就顺利带走。那下一关的话是那个强化齁，这边不要开错，绝对不要开到这一支，好不好？这边的话我们先，好，我们先开这个。好，接着我们开阿尔，然后转光心出来，都是一样原理齁。来，那这边因为我们已经可以回血了，但是还是要注意不要动太多下啦。好，这边就顺利带走。好，接着下一关是那个持续腐蚀齁，然后对它比较麻烦，比较不好处理一点点，它还有红绿灯的问题。好，
OK， 这边也顺利带走。来，接着来到第八关哈。来，这边会突击你，然后你的回复力会减弱。不过这边没有关系啊，因为它突击你本来要有风化，可是还是那句话，就是因为现在全版都是机械猪了，所以不会有那个风化猪的出现，就是那个比较新形态的风化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。好，这边没有新猪，我们就先至少转到光猪。好，然后他这边现在会有风化猪出来了。这边的话，我想一下哦，这边就是光心一起消。好。好，然后这个哦，这个光珠实在是离得给他有点远哦，不知道会不会就这么刚好手被他伸出来摸到。好，我们就转吧。好。这边也顺利带走。好，然后现在又是整版强化的状态，不过现在，哎呦，现在这个还差两回合哈，那我们稍微洗一下下。场上现在是没有光吗？好，没关系，那个吸魔又有跳起来哈，所以还好不影响。等一下记得开就是了。好，这边的话吸魔掉了，我在想吸魔要不要现在开耶，再开一次好了。可是我很怕他等一下，好，算了，不要力气，不要力气。这边的话记得消光，然后也补个血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这个静音双子打开齁，那他的话只要消大于等于六力机械符石，就是直接无视无鼠盾。好，那这边的话我们先。好，我觉得这边爆发可以全部开下去了，然后归一，好，再开这个，好，那光心要一起消到哈，好，转来上面好了，这样子。OK， 这边就顺利带走了。好，来接着王一有那个弓前盾的部分哈，这个比较麻烦一点点。好，那就是注意不要手消到暗珠啦，那记得也是要去消那个光珠，这样子吸魔的那个效果才不会消失。好，这边我们暗珠一个简单的叠，然后看能不能把杂珠消干净一点点哈。好，这边的话我们差不多可以。诶，结果我刚刚是没有消到光珠是不是？哦，好，这边的话我觉得可能要补个血，然后再稍微洗一回合哦。好，就补血吧。这边就是慢慢跟他耗一下，嗨，然后哎，注意不要烧到暗珠，其实就可以了，它不是什么太难的盾哦。好，这样子。这边其实如果吸魔没有掉的话，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。刚刚是因为我大意了。好，其实也可以慢慢磨，把王一磨掉欸。欸，真的就这样磨掉了，好不好？
好啦，来西摩也跳了齁，那这边的话就是把西摩打开，然后我们转个那个就是整体的大爆发出来齁，然后我们转光心，那接着就是开龙克无视他了。好，龙克吹下去，这样子这一队的话就是龙克会用的淋漓尽致齁，两次都会用掉。好，哎，那我们就是大爆发全开，双阿尔一次三成就，给大家做参考哦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